你现在两个人应该要用好多纸巾吧？莫迪老，去哪里啊？去雪亮村多少钱？雪亮村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收你120了。120？嗯。那么贵啊？也不贵啊，平时150的。哎，那行吧，赶紧的。那上来上来。什么事的？天气的话要下雨了，赶时间呢。坐稳一点啊。坐稳了，快点啊。哎，你家的家伙不了。哎呀，我过界了。到了。再见再见。行。150。啊，50块夹在里面。不对啊。要给到100块。我给你了呀，150啊。怎么要100块？行李占位置了，给他100块。你刚刚也没有说行李要钱了，大哥。刚才你也没问呢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刚才没跟我讲清楚啊？我以为你说150的。不想给啊，不给你行李给我，我就拉回去。行李给你也没有用啊，全都是我的衣服，难道你拿来穿啊？你有这种癖好吗？哎呀，你不用管，你给钱我就给你拉走。哎，帅哥，你是不是单身呢？我单身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子，我有个表姐介绍给你，怎么样？表姐啊？是啊。漂不漂亮啊？肯定漂亮啊！你没结婚呢、啊。你介绍她也不一定愿意啊，是不是？谁说不愿意？她从小跟我长大的，跟你说，她很听我话的。这样子啊？是啊。怎么样？那你帮我多多说好话哦。没问题，不过你加我100块钱车费，属实太过分了，不介绍给你，不想介绍给你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要是介绍成了，我给他1000块车那个介绍费给你。真的假的？行不行？不骗我吧。哎呀，你赶紧把他微信推给我。推给你。我现在就给1000。快拿手机来，我拿微信推过去。先给钱，你先1000。哎，手机呀、啊。漂亮吗？我看一下去。看到没有，前凸后翘的。哎呀，真的是！赶紧推过来，拿手机过来。好、哎啊，我推过去了，我叫我表姐同意一下。好、哦。哎，表姐，同意一下这个莫迪老的微信呐、啊。好嘞，她同意了。哎呀，这么漂亮！哎呀，说吧，我没有骗你，是不是？那行，你一定要帮我说说好话。那没什么，我就先回去了吧。哎，莫迪老，你现在两个人应该要用好多纸巾吧？哦，对啊，你这个纸巾哪里买的？我这个纸巾啊，是那个雪亮大品牌的，还有那个荧光剂的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也想买一包啊。一包9.9块，14包啊。14包啊？是啊。好不好用啊？肯定好用啊，不好用我推荐给你干嘛啊？是不是？也是这么划算啊，在哪里买的？你要啊？点击下方小红车进行购买就行了。哎呀，那行，我就先回去先啊。那行，那你回去记得下单不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等到我跟你那个表姐成一对啊，我要多买几条，是不是？不那行，哎，白姐夫，再见，白姐夫。啊，慢走、哦。拜拜。哎呀，终于有女朋友了。表姐再也不用单身了，跟你说。不行，他打电话给我表姐，先叫他删了那个微信。喂，表姐啊，你赶紧把那个莫迪老的微信删掉啊！你真的是不知道啊，那个莫迪老半路对我动手动脚，那么好色。行行行，你马上把他删掉啊！哎呀，这种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，真的是的。哎呀，还好坑了1000块钱介绍费。哎呀，去住宾馆了，再也不要在这里住了。